网红鸡架那种哦。嗯。放点盐压一压，把鸡屎都去掉。嗯。你改改怎么样？变好没有？嗯，刚刚出来个独眼睛啊，阿古睡了光看哈，我们鸡爪，居然我反爪，今天早上冻的冰水拿出来冰鸡脚，带着纺锤哦。冰个几分钟。而且这样我们是一回法的，另外一个地方是厚的，这老虎也是厚的，要一碗米醋，一碗酱油，倒入米醋，酱油，放冰箱放两个小时刚入味。啊，对啊，来吃鸡脚了不干？嗯，来就没有了，那么来就吃完了吗？嗯。老丁是我吧，慢慢要玩，慢慢嗨。嗯。好嗨吗？好嗨。他是猪肚带上么高海啊？嗯，他过清真节了，还能吃吧？糖凉。糖凉个？那上回买那些小朋友跟你，回忆一下学生时代哦，做教官呢？猫最高分呢？压差多容易啊，我最近。嗯。